原则来讲，我的席位已经没了，所以我这边原则上就是替换的。方尔西吗？不是，不是你吗？这怎么又叫方尔西让的呢？这就是要换是吗？还有其他作品吗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先问肖队长。可以。我问过您这个问题，得到您的答复之后，我就会决定我要不要唱另外一首歌。好啊。你还记得我昨天唱的歌吗？知道。哪怕一句。是你呀、啊。还记得是你啊，对吧？是的。好，我无悔了。我唱一首新的歌。有点火药味。我要假装镇定，强颜欢笑。安慰自己，取得胜利。你要怎么对我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敢怎么对你啊？敢怎么对你啊？肖队长，别害怕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